今天是世界肺炎日，台大医院小儿感染科主任黄立明表示，今年的流感病毒是 A 型 H3N2， 是超毒的病毒，很容易导致并发肺炎重症。如果只感染肺炎链球菌，那存活率是相当的高。不过如果说是先感染了流感之后再感染肺炎链球菌，那么致死率极高，而且超过90%都是50岁以上的成人。为了有效预防感染，最好要建议您同时接种流感和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而黄立明也提出了肺炎红绿灯的三级警示标准，如果是5岁以下的孩子或是50岁以上的成人，那么属于红色的警示，那么应该建议您呢是要立刻接种两种的疫苗。而如果说秋冬很容易感冒，而且又不容易痊愈的话，是黄色警示，也应该要密切留意病情。不过如果没有潜在的疾病威胁，也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像这样的绿灯的话，只需要打流感疫苗就可以了。天气逐渐变冷，也意味着即将进入每年冬季的流感高峰期。台大儿童感染科主任就一再提醒，今年的 H3 型流感比往年都来得凶猛，并发肺炎的死亡率也跟着提高。家里有5岁以下的小孩、50岁以上的成年人跟老人，就代表是肺炎的高危险群。医生也指出，过去动物性实验当中，先感染流感再感染肺炎链球菌的老鼠，2天内死亡率几乎是100%。以今年12月中即将爆发的 H3 型流感来说，全台恐怕就会有3到4千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流感引发的肺炎重症。所以还是有20%到40%的人，他打了流感疫苗，可能还是得流感。那这种情况呢，你如果在后面再补一个肺炎链球菌疫苗呢，它比较不容易变成肺炎。哦，那个心里面难过的自己没有办法想象。去年新婚双龙凤胎的艺人金世杰现身说起宝贝儿女生病时的心理煎熬，一度还红了眼眶。最后医生也提醒，属于红色和黄色警戒区域的民众，除了流感疫苗，最好再加一剂肺炎疫苗，才能做好完全的防护。